姑伊拉姑妈妈伊那乌娃娃鲁嘎里斯嘎姑伊巴嘎咪乌法鲁鲁妈里斯嘎姑我们一起来练习妈妈爸爸。妈妈有两个母音，好，所以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Thank you.
起说：伊娜妈妈，伊娜妈妈，伊娜妈妈。一起练习伊娜妈妈，伊娜一样也是有两个母音，伊娜妈妈，伊娜妈妈，伊娜妈妈。沙里嘎嘎马布隆，喜纳米嘎古阿赖，我今年五岁。我今天要讲的故事，美丽莎莎有怪物。有一天，有一个村庄，美丽莎莎有怪物。有一天，娃娃变成木头，妈妈伊娜很伤心又哭了。好多雨的下，变黑又死了。猴子喊着：“美丽莎莎有怪物。”山上的妇女非常心慌，因为山上有怪物的声音。于是，满烂桐木带着一群勇士丢石头打怪物。可是勇士被打败了。这个时候，麻烂桐木很伤心，
海神托木用火跟布飞箭，就可以打倒怪物。在最后一次，终于冒火的布烧断了怪物的手背，打败长毛怪物。阿里嘎嘎，终于投降了。每一年，部落的人都会一起唱歌跳舞，会有槟榔、独轮，还有好多的鱼虾。感谢海神大丰收，我的山上不再有怪物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刚才故事里有一个新单词娃娃，孩子一样是有两个母音，娃娃孩子，娃娃孩子，娃娃孩子。我们再练习一次。Bye.
我们一起来练习：妈妈、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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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娜、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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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孩子，娃娃、孩子，娃娃、孩子，娃娃、孩子。